1964年10月，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奉命从北京、天津紧急出发，急速向大西北和内蒙古挺进。很快，战士们就发现，这次行军与往常不同。在几天几夜的铁路运输当中，除了在重要的大站停车补给、没水和更换车头之外，沿途车站一律不停不靠。究竟是什么任务，让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地空导弹部队如此严阵以待呢？命令来自空军司令部。这道命令发布前不久，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空军方面预料，台湾黑猫中队飞行员驾驶的 U-2 侦察机，在核试验后必定会有所动作。上级要求地空导弹部队尽快到达指定位置，击落来大陆刺探情报的 U-2 侦察机。果不其然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道秘密命令很快下达到了台湾黑猫中队，让飞行员驾驶 U-2 飞机进入大陆大西北侦察。为了不过早暴露目标，地空导弹部队紧急出动，他们的任务就是布好天罗地网，等待黑猫入瓮。原子弹爆炸成功半个月后，一架台湾的 U-2 侦察机向兰州方向飞来，但是狡猾的 U-2 突然改变了航向，偏离了二宁射程。不到一个月，又一架 U-2 向兰州飞来，眼看这架 U-2 一点一点接近，马上就要到达发射导弹的预定距离，地空导弹二营营长果断下达射击命令，导弹应声而起。可就在这时，意外情况发生了，三发导弹无一命中。曾经成功击落三架 U-2 侦察机的地空导弹二营，这次居然失手了。第二天中午，空军副司令员程军就从北京飞到了兰州，直奔地空导弹二营阵地。经过反复思考，他推测U-2 侦察机上一定又有了新装备。陈军副司令员的推测是对的，就是他这个上面确实装了一个干扰装置，干扰装置是针对下面的我们的这个地面的防空部队的。那么 U-2 这一次装的呢是一个角度欺骗式的这个干扰装置，如果你还是瞄准那个回波的那个方向去打，那就打偏了。简单来说，在收到警报后， U-2 上的这个新装备可以发出干扰信号，制造一个假目标。导弹瞄准假目标射击，瞄得越准，当然也就打得越偏。这是地空导弹部队和 U-2 交手的两年多来第一次遭遇到敌方干扰。这次作战，敌情判断、设伏压点是完全正确的。兵器良好，士气高涨，如果没有受到干扰，绝对是一场干脆利落的漂亮仗。可是偏偏就遇上了干扰。对方出了新招，我们必须要见招拆招。这个时候，几位工作人员发现，有一件装备也许能够派上用场。工作人员提到的这件装备名叫照射天线。早在一年前，第二架 U-2 侦察机被击落后，专家从 U-2 残骸中发现了它安装的预警装置，便针锋相对地设计出了一个反电子预警装置，这就是照射天线。经过试验，照射天线效果良好，空军决定把它装备在地空导弹一营的兵器上。可谁也没有料到，一个突发事件竟陡然逆转了这项新发明的命运。这一年夏天，地空导弹一营到广西设伏，结果战斗失利， U-2 逃之夭夭。事后有人把事故归因于新安装的照射天线，于是照射天线被拆了下来。
当成军中将带着专家研究应对 U2 侦察机上干扰系统的办法时，有专家跟成军说，之前被打入冷宫的照射天线有可能正好能对付这个干扰系统。根据工作人员的分析，U2 飞机的预警系统有一个电子通道，设了一个关卡，只要三个信号共同通过这个关卡，预警系统就会马上向飞行员报告，由飞行员释放干扰。而照射天线的作用就是堵塞敌人的预警装置，飞行员接不到预警，自然也就不能够释放干扰了。经过试验，结果表明这个几乎被大家遗忘的发明确实管用。一个半月之后，实战的机会来了。不过这一次出手的不是屡建奇功的地空导弹二营，而是最早组建的地空导弹一营。1965年1月10日，黑猫中队再次出动了。这次驾驶 U2 侦察机窜入大陆的是黑猫中队飞行员张立毅。张立毅1929年出生于江苏南京，1963年赴美接受驾驶 U2 的培训，因为技术精湛，很快在黑猫中队中崭露头角。这一天，张立毅驾驶 U2 侦察机经过山东半岛、山西大同，直奔内蒙古包头。隐蔽设伏在包头市东南萨拉奇的地空导弹一营，在 U2 飞机距阵地44千米时打开天线捕捉目标。果然，由于一营使用了照射天线， U2 飞机上的预警装置没有报警。毫不知情的张立毅驾驶着这架 U2 侦察机按照既定的航路继续飞行。他当时飞在往包头飞的那个上空，那时候好像是9点钟，他就看到，因为他很高空，所以天气非常清朗，看到一个月亮。那时候他说他事前感到那个他的警示器亮一下，但是那个光很微弱，所以他也没在意。令张立毅没有想到的是，过了不久，突然一阵强光来袭，机舱随即陷入一片黑暗。张立毅驾驶 U2 进入大陆的这一天，正好是农历龙年的腊八。在内蒙古萨拉奇的一个小村子里，家家户户都在吃晚饭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了几声巨响。这时的内蒙古天寒地冻，当好奇的老百姓抬头寻找响声来源的时候，刚好看到三条火龙飞向高空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滚滚的浓烟，大家一下子都惊呆了。直到第二天一大早，飞机的残骸在天光当中显现出来，他们才知道是台湾来了架飞机被我们给打下来了。当地空导弹部队的三发导弹同时发射，张立毅甚至都还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驾驶的 U2 侦察机就被击落了。这个寒冷的夜晚，张立毅永生难忘。1月10号很冷，那零下22、23度，我是9点钟在着陆的，那里是一大片沙漠地带，下面都是煤田啊什么田，没有人。前两天又下雪，有那个生理雪啊，也没有化，我掉下去也不能，也不会乱跑，看不清东南西北，附近也没有房子，只有在这等，等到第二天天亮了，发现远远的那个蒙古包那些要冒烟了，我要投奔那边去。披
疲惫不堪、疼痛难忍的张立毅敲开了这户人家的门。一个老太婆一开门，一看着我，把门吓坏了，因为我穿的是高跟那种背心衣，戴着帽子。但是他那个先生是头天晚上带队找我的，找不到，他在休息，他来开门，我才进去。我进去我就跌倒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因为熬了一夜受不了，我就倒了他那个罩杯。当天被俘的张立毅就被送到了位于呼和浩特的部队医院。两天后，北京又派专机把他接到了空军总医院，在这里他得到了专业的治疗和照顾。张立毅发现，无论是村民还是跟他接触的医护人员，对他的态度都是和蔼的，举止也是有礼有节的。可每当深夜来临，张立毅还是忍不住担忧，等待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。张立毅原本以为离开医院之后自己会马上被严刑拷打，交代知道的一切军事情报。毕竟在接受训练的时候，教官多次声称，飞行员一旦落到解放军手里就没有好下场。但是让张立毅感到意外的是，自己并没有进监狱，而是被送进了空军招待所。在那里，他的吃住都得到了良好的保障，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外出要有专人同行。这一天，空军工作人员带张立毅去军事博物馆参观，在那里张立毅看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展品，四架被击落的 U-2 飞机残骸。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四架飞机的来龙去脉，一时间张立毅百感交集。因为所有看的人那时候那个好像几万人一直轮流看，可是大家不知道这个飞行员就在这个旁边，然后大家就在那边那个他就后来他就觉得我就是那个飞行员，最前面那架3512的那个飞机就是我的，那可是大家也不知道他。尽管在被俘后张立毅受到了优待，但他仍然想念着远在台湾的妻子儿女。早在青年时期，张立毅就和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张佳琪一见钟情，结婚后两人育有二子一女。但是由于两岸当时还处于隔绝的状态，和妻儿见面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。不过因为留在大陆，他终于有机会回到离别30多年的家乡南京，有机会见到27年没有任何联系的高堂老母，得以尽孝膝下，共享天伦。之后的18年，张立毅在农村插过队，在工厂上过班，还被调到南京航空学院，成为了一名工程师。1979年元旦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，提出两岸实现通航通邮、进行经济交流等内容。随后，在大陆方面的努力下，张立毅和另一位 U-2 飞行员回台湾探亲。可是，等张立毅他们满心欢喜到了香港以后，台湾方面却不让他们回台湾。这时候台湾不收，台湾方面不愿意承认，这个人活着，不准他回来。张立毅回台湾的大门就这样被台湾当局冷漠地关上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暂时滞留在香港。
这时最让张立毅想念的还是他在台湾的妻子和孩子。在大陆的18年，张立毅的家人也都劝过他说，你还是重新组建家庭吧。但是张立毅认为，这边是家人，那边同样也是家人，所以他始终没有再婚，而是一直苦苦等待着和妻儿再见的那一天。张立毅驾驶的飞机被击落后，虽然台湾媒体已经报道了张立毅阵亡的消息，并为张立毅建了一个衣冠冢，但张立毅的妻子张嘉琪一直不相信丈夫已经阵亡。尽管后来在家人的力劝下，张嘉琪和一位姓何的老兵重组家庭，但她还是和第二任丈夫约定，有朝一日只要张立毅回来，她马上就解除婚约，回到张立毅身边。所以当张嘉琪得知张立毅滞留香港，随即历尽千辛万苦赶到了张立毅身边。当天的情景让所有人为之动容，两人抱头痛哭，说不尽思念之情。之后张嘉琪问了张立毅一个问题，而张立毅的回答则让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张嘉琪再次失声痛哭。他问你了，结婚没啊？我说我真没结婚。他说希望我最好结婚是最公平的。他等了8年结婚嘛，哎，没想到最后我活到了。但是他要证实一下，你是不是真的没结婚？我说是没，我现在就是。他说我心还是那个婚姻的事，会慢慢解决。时间改变了很多事情，却冲不淡人们心中的真情。最终得知此事的老兵主动解除了与张嘉琪的婚约，年过半百的张立毅与张嘉琪在美国华盛顿举办了第二次婚礼。12年后，张立毅的妻子张嘉琪因病去世。妻子去世后，张立毅决定完成一件一直放在心底的事。2015年，86岁的张立毅踏上了重返故地的旅程。这一年9月，内蒙古萨拉旗张家疙瘩村，一个特殊访客来到村民董二黑的家里，他正是当年跳伞逃生的黑猫中队飞行员张立毅。这次来到村里，张立毅还给村民董二黑带了一份特别的礼物，一块手表。当年正是董家的长辈们救下张立毅，并把捡到的手表交到了人民空军手里，人民空军的工作人员又把手表还给了张立毅，因此这块表对张立毅有着特殊意义。他一昏就掉下来了，这位董家的太太捡到这个表就交给了那个空军，他说我想把这个表送给他们，50年前几万尺的高空表落雪地，你母亲把这个表捡来还我，那么今天我送一只表来还愿。这时的张立毅不再是黑猫中队飞行员，而是一位已经80多岁却依然精神矍铄的老者。毫无疑问，命运对张立毅是非常眷顾的。对于那些执行过侦察大陆任务的黑猫中队飞行员来说，在坠落的那一瞬间，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。下一个被击落的 U2 飞行员还会有张立毅这样的好运气吗？
自从张立毅驾驶的 U-2 飞机被地空导弹部队击落之后，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U-2 都没有出动。为了获取情报，美国中情局的专业人士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再次对 U-2 飞机进行改进。有的设备刚刚从实验室里拿出来就安装到了飞机上。可是这些驾驶 U-2 的黑猫中队飞行员却没有张立毅这样的好运气。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静静矗立着一枚红旗二号地空导弹。作为中国制造的第一代地空导弹，它仍保持着一种凌厉之势。1967年，在和 U-2 侦察机的对阵中，地空导弹部队首次使用红旗二号地空导弹，就一举击落当时最先进的美国 U-2 高空侦察机。这是人民空军击落的第五架 U-2 侦察机。首战就击落了美国制造，就台湾飞行员驾驶的 U-2 侦察机，这就出现一个新局面。我们国家可以批量生产红旗二型防空导弹，而且呢，弹药的供应源源不断。U-2飞机后来它就不敢再进入大陆上。曾经的黑猫中队是国民党空军的骄傲，但是随着五架 U-2 侦察机被先后击落，彻底打击了黑猫中队的嚣张气焰。1972年2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，中美关系解冻，美国承诺停止一切在中国的侦察飞行。1974年，美国把 U-2 侦察机撤出台湾，曾经不可一世的黑猫中队因此寿终正寝，被迫彻底解散。当年那场高空角逐结束之后，黑猫中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地空导弹部队传奇却远还没有结束。清晨，伴随着清脆的号角声，战士们迅速集结，饱满的精神、昂扬的士气，都在诉说着这支部队整戈待旦的战备意识和敢于亮剑的战斗精神。他们就是曾经击落 U-2 侦察机的地空导弹英雄营，在艰苦卓绝的机动作战中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战绩。这是新时代地空导弹兵对人民的庄严承诺。半个多世纪前，英雄前辈们拖着导弹打游击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捍卫中国领空。半个多世纪后，英雄传人们继承光荣传统，不断探索新装备、打法、训法，全面锤炼部队体系作战能力。2022年7月，中央军委授予这支部队“模范地空导弹营”荣誉称号。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，我们的武器装备更加先进，条件越来越好。只有把手中的武器装备练到最精、最强，我们才能对得起英雄前辈的牺牲奉献。才能用实际行动交出合格答卷。强国必须强军，军强才能国安。今天，人民军队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，以更强大的能力、更可靠的手段，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。随着综合国力日益增强，科技水平大幅提升，
一支支导弹劲旅淬火历练，一批批大国长剑接连出炉，国之重器，使命必达。新时代的人民军队以隐而待发的备战姿态，时刻等待着党和人民的出征召唤。他们用实际行动书写强军答卷。